是谁，是一个曾经让我痛不欲生的问题。我曾经是那么的苦苦追寻答案，终于有一天，我找到了答案，而找到答案，竟是我新的痛苦的起源。哥，我是阿强啊。请进。你好。你好，我是荣达标的律师，我想看一眼他的办公室。荣督察的办公室昨天被警察搜查过了，东西都拿走了。哎，律师先生，请等一下，请跟我来。在他们来之前，我就把东西全部藏了起来。这个包对我很重要，我想把它带走。没问题，谢谢。哎，律师先生，请你一定要打赢这场官司，因为它事关我们的信用问题。拜托了。找到了吗？钥匙和保险柜都找到了，可是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是空。
肖美智小姐。肖美智小姐一年前就离职了，听说她跟日本特务机关有关系，正在调查呢。你找谁呀？我找这里的房主，一位姓肖的小姐。肖小姐早就不住这儿了，现在这儿住的是一家三口，重庆来的。那你知道她搬到哪儿去了吗？那哪里知道，你不晓得呀，肖小姐家里一直有不三不四的东洋人来的，你别找了，当心惹祸上身。东洋人？嗯。先生，请问你找谁？你好，我找肖美智小姐。非常抱歉，这儿没有你要找的肖美智，只有受中国政府合法保护的日本侨民高桥美智子。对对对，就是他，我是给他带一个朋友的口信。非常遗憾，他已经订了今天的船票回日本了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我想轮船已经离开上海了。证据找到了吗？肯定是特别难找。别急啊，咱们一起想办法。小文，我熬了点汤，进去喝吧。别倔了，进去喝，身体最重要的，快点。我是肖美智，我现在的名字是高桥美智子。他们逃跑不会把东西都带走了吧？不可能，他们还来不及带走呢。仅仅是战败当天死的。再说，现在进驻的国民党机构感兴趣的不会是这些。就是这个。你们被发现了，快从后场走。
说。怎么了？我还是别进去了。没事，你二哥不在。还是算了吧。那你路上小心啊。哎。小心。哎。怎么还没睡啊？想什么呢？我睡不着，一闭上眼睛，就满脑子都是他。你是不是很喜欢他？我爱他。疯狂的爱他，当他骑着马拥着我冲出同围那天起，我就知道我不会再爱上别人。经历战争，太多人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了，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。没有战争，我就不会遇见他，那样我的人生就会有缺憾。你是怎么知道大哥出事的？其实我都打算要离开这里回日本了。我在码头买了一份报纸，上面有荣大彪入狱的消息。这就是天意吧。你知道吗？这张船票是一个很照顾我的日本侨民让给我的。你要知道，这个时期，一张船票对于像我们这样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来说多么珍贵。他把这张船票让给我，就说明，也许他永远都回不了日本。可是如果他知道了我把这张船票给浪费了，是为了救一个中国军人的话，我想不到他会把我怎么样。下面，请被告律师陈述证词。法官大人，我将证明原告对被告的指控完全是出于报复的目的，是无中生有的罪名。我抗议，抗议被告对原告设置侮辱性前提。抗议有效。被告律师，请直接执行你的职责，不要对原告进行指责，否则将被驱逐出庭。是。法官大人，请原谅我刚才的描述，那都是基于以下的事实。首先，原告是知道被告加入和平军另有原委的。其次，原告在知道内情的基础上，才会委任被告为他的锄奸队队长。我们大家试想一下，如果原告认定被告是一个汉奸的话，他怎么会让一个汉奸再去杀另外一个汉奸呢？无稽之谈。
还请被告律师拿出相关的证据，我们要证据。被告律师，你的推测有证据吗？方大人，这就是我的证据，这就是原告何涛博委任被告荣达标为中统上校的正式委任状。请大家注意，这张委任状是在被告荣达标加入建国军之后发放的，这上有陪都国府的印鉴，是受国家认可的。关于这张物证，原告有什么话要说？我有质疑。可以陈述。当时的情况非常混乱，打着国民政府旗号的委任状满天飞，我本人一天之内曾经收到过6份，哪一份都比这个印刷的精美。这张废纸能说明什么呀？我抗议。法官大人，原告不能随随便便说废纸两个字，这上面有政府的印鉴。抗议有效，请原告注意用词。当时南京沦陷，汪伪政权就保留着一份完整的政府印鉴，你说它是陪都国府的印鉴，有专家进行过鉴定吗？还有当时的情况我最了解，大汉奸小汉奸都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，他们和各方面都有勾结，身上揣着10张8张委任状的人有的是，抗战胜利之后不照样被枪毙了吗？就算这张，这张花纸头它是真的，那能说明什么呢？只能说明被告他是明哲保身，墙头草随风倒，他人品低下。你何先生，法官大人，据我所知，被告律师与被告是亲兄弟的关系，所以说心急一点可以理解，但现在的事实是，这真的只是一张印刷粗糙的花纸头，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，我还请法庭秉公处理。关于这张物证暂时留着。被告律师，你还有什么新的证据吗？暂时没有。休庭。花律师，我很欣赏你有冲劲，你有激情，对你当事人的遭遇我个人也深表同情，但是法律是无情的，你想要改变他的命运就需要拿出更多的证据来，否则我现在不用商量马上就可以告诉你判罚的结果，对你当事人是非常不利的。小童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
小文，大哥，今天你在法庭上的表现比以前可以说是成熟多了，我感到很高兴。可是我现在什么忙也帮不上，我真是有钱没地儿使。哎，这不能怪你，只是我们对手太强，证据又不够。真没想到这个姓贺的会这么不知廉耻。其实我们早该想到了，这桩案子事关他的根本利益，肯定是你死我活。他逃脱法律制裁的那一刻，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我本来是想去找专属特派员的，可是听人说他去南京度假了。是啊，我想他不会再回来了。为什么？我们的对手太强大了，这件事情既然涉及到中统军统，特派员反贪决心的半途而废也是可以预见的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。大哥，你现在不要再忧国忧民了，现在最重要是把你弄出去。你想一想，现在还有什么对你有利的证据或者证人？证据是肯定没有，但证人倒有一个。谁？重庆政府的曹先生。大本和全体兄弟一定与日本鬼子拼命！好好保留这份委任状，这就是你们的名字。我是通过他认识何爷的，但他为人我不太清楚。而且，既然我能想到，何爷也能想到，我担心他成为第二个何先生。想吃点什么？何爷，何爷，好久没见了，您突然找我是？有个案子牵扯到你了，你知道吗？案子？当年荣达标参加建国军的事儿被揭发了，正在审判。荣达标？哎，他可是您的。揭发他的人不是别人，就是我。啊！当时我们的人不少跟汉奸有过交易，但那是为了抗日的需要。良莠不齐啊！这个荣达标，他是假抗日真汉奸。可这件事的经过，我是很清楚的。荣达标部队因为无法得到给养，为了保全力量所做的权宜之计，我全程都参与的。你全程参与？你是全程参与，但是你看到的只是表象，他们内心怎么想的你怎么会知道呢？他们就应该和日本人战斗到底，成为烈士啊！可是荣达标不是这样。以后啊，你还别说什么全程参与这种话，省得影响了你的清白。哎哎，我现在只做小生意，我从不过问正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就对了。当年呢，汪伪时期的事情很难说得清楚是非，有些事情如果捅出去对政府非常不利，所以现在上边有个决定，不管那个时候这些人后来是否抗日，一律按汉奸处理，宁可错杀一千，绝不放过一个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没事儿。那就太谢谢何爷了。不过呀，你这个当年的情报联络官也和很多人结了怨，
所以呢，我想你最好现在是想办法让别人把你忘掉，永远的忘掉。曹先生，曹先生，你是？你还记得一个国军军官叫荣达彪吗？哦，我是他弟弟，他现在遇到一点麻烦，想请您去帮他。我现在已经离开政界军界了，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你就多体谅吧。曹先生，现在只有你能证明我哥哥不是汉奸，你帮帮他吧。你真的相信我的证词就能帮上你哥哥的忙？当然，现在这是唯一的办法，你也是唯一能帮他的人。其实我不说你也明白，不是我不想帮忙，但如果我帮了你，何爷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他们是什么人呢？哎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很敬佩你哥哥的，但是很遗憾，我已经下了决心了，这个忙我肯定是没法帮了。曹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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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毕竟是上过沙场、洒过热血的，你就能看着您的战友一个出色的抗日战士蒙受不白之冤吗？谁没有兄弟亲人？但为了帮你，我的家怎么办？拜托你不要再来打搅了，让我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吧。这个忙，我实在是没法帮。开车。这是上面点名的要犯，我背负的压力很大。哎，谢谢。怎么，来做最后的道别？我知道，这次谁也救不了我，包括你。不过上次你走之后，我仔细体会了一番。终于体会到你的好意。我想在现在这个时候，何爷还能给你点这个头，这说明你受了很多委屈，你的心里是有我这个大哥的，这已经足够了。感谢。
哥，小文，你怎么出来的？慢慢跟你解释。你能找到曹先生吗？他今晚会离开上海，要找他，我们得赶快去车站。好，帮我找套衣服。荣团长，我是逃狱出来的。既然你逃出来的，那就赶紧走吧。我逃狱不是为了走，是想见你一面，跟你说几句话。何爷是什么人，你我都很清楚。我一家有老有小，该说的我已经都对你弟弟说过了，我绝对不能出庭作证。哦，既然你在这儿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何爷已经找过我了，威逼利诱都来了。我虽然答应他不为你作证，但直到现在为止，我没有接受过他的任何收买。这就足以证明您是个有良知的人。但现在这个事，他在我手下当过三年锄奸队的队长，枪口下的死鬼不计其数。李厅长，你必须赶快给我找到荣达标，不然的话有你好看的。这个功劳你去做，这颗脑袋你去顶。抓不到活的，死的也要。荣团长，这是哪里呀？他们都是我的战友。怎么都毁成这个样子了？对，这就是为党国抛头颅洒热血的下场。他们活着为党国血战沙场，死后却背负汉奸骂名，不能瞑目。他们的身躯虽早已变老，可是他们爱国的心仍然是热的。曹先生，我相信你也是一样，你是有良知的，是想救达标的，对吗？可你一走了之，你觉得你对得起他们吗？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亲吗？曹先生，你出庭作证就帮了我，帮了他们。
你不出庭作证，你就帮了何爷，成了他们的帮凶。要说的我都说完了。今天就回监狱。什么？你不要命了？我的生命已经不重要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先送曹先生回家，要保证他和他家里人的安全。大哥，你真的要回去？嗯。干爹，知道找你来干什么吗？您说。你大哥越狱了。生儿来只在大家隘口，尊一声列位宾朋听从头，一不是响马平仄。你姓曹吗？是的。你们逮捕了。本庭宣判，本案的被告人荣达彪的汉奸罪名不成立，当庭开释。大哥。